地产新概念您的最优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多伦多地产新概念团队的 Manda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来到了 Highway 7和 Bayview 来看一套 Bungalow。那这套 Bungalow 的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的占地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宽，有55×110。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楼上完全进行了重新的装修。据前屋主讲呢，那整个楼上的装修是 cost 啊高达$200,000吧。那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它的家装细节。那整个房子呢是4个卧室、3个卫生间，然后还可以带分门出入的一个双车库的独立屋。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吧。房屋的内部细节呢，我们已经浏览完了。它整个呢是位于 SoHo 这个社区。首先我们知道它 Highway 7和 Bayview 的地理位置呢，也是离 Highway 407和 Highway 7都非常近的。那周边呢也有 Viva、 Go Transit 这些公共的设施，并且离高速非常近，学区、购物、生活都是非常方便的。那现在呢，这套房子的叫价是128万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联系新概念团队吧。